买新的玩具给依依，因为依依都会爱惜她的玩具。嗯，不是这样的。他的铁轨呢？铁轨在哪一边？哇！那放在桌上呢。嗯。对呀、啊，要放在桌上。那他的铁，那他的那个箱子在那里？那边地上。嗯、哇！要一台一台的，像积木一样哦。嗯，哦，对呀、啊，很厉害，世界喏、哦、铁道。天破火冰喽，欢迎我之路，走在前方。这是他的停车场哦。对呀、啊，这是他的停车场耶，很像，很好玩。嗯，太棒了。你会爱惜。很好，会爱惜的爱玩具的小孩，以后我还要买给他更多的玩具。哪一个？就是吴信义啊，然后要请我火车晚安哟、哦。嗯。在这个关里面，我看一下，你这里还没有用好，这里要摆整齐。嗯，我看一下哦，有一个没有用好吗？我看一下这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嗯，哦，这样，嗯，哇。用好了耶，然后他的小袋子在那边，在妈妈的衣服上面。哇，他要回去他的家了，我给你帮忙这样。那改天就可以这样子拿，哎，不是用压的，依你看，这里都没有用好，你压下去它会破掉。要慢慢的，这里你看卡住了，这里卡住了。嗯。哦，好，给它慢慢轻轻的推进去。耶、yeah! ！有卡住吗？我让你看哪里。哎呀，收好了。放在这里。啊，这里是他的家吗？那个是我的椅子耶，你很奇怪耶。啊，在那里妈妈煮饭会踢到哦。不然放在哪？啊，你放在你车那边好不好？不行。啊。那放下面呢？下面那一个。啊。那放这样。